你做乜成日喺我面前出现？呢件事我哋个个都有份。你以为我会内疚？唔会啊！隔咗咁多年啦，差佬查到啲咩啊？18年嚟嘅秘密已经守唔住噶啦，可以自首啊！你够胆话报警啦？我实将18年前单嘢爆晒出嚟。18年前唔准讲，今日都唔准讲，以后唔好再喺我面前出现。 18年后的终极告白，星期一晚9点半，翡翠台。